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。这一天就来临，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，我早已把命运感动，不惜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出界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，我不要圣洁的爱情中无奈，但这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尽管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话把邪神你都击败。田小姐，直播是定在下午5点，地点是在上次拍广告的样板房里，主题是绿色爱情。绿色？爱上一匹野马，头顶都是草原的那种爱情？那这么说起来的话，晕针哥的爱情大概是黄色的。那你的应该是雾霾色。上次那个拍广告的男模也会去吗？我看了流程表，还需要在直播里重现广告的经典桥段。我知道了。未婚夫呢？大乔哥发完视频去见小燕哥了。声纹鉴定，你还真的去翻旧账了？我也就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丁田的失踪还真的跟那个组织有关系。如果丁田是自愿加入他们，而选择跟过去告别，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但如果是那个组织控制了丁田，那我一定会追究下去的。这是你的职责，随你的便。不过你放心，就像你说的，丁田不会死。所以，我会优先处理山洞杀人案的事。其他调查，就先当做知己知彼。我想先了解清楚那个组织的行事风格。我昨天去山洞杀人案的现场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凶手最开始在山洞里杀人藏尸，目的是不想被人发现。我观察过那附近，有更高也更隐蔽的山洞，但是凶手没有选择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能力在你之下，没有办法到达更高的山洞？我推测是这样。这倒是个好消息，万一动起手来，你还能制服他。你那个外援答应帮忙了吗？快了。我在外地不方便见面，下午5点，我们通过视频交流吧。什么仇？你干嘛要偷拍这种视频？叶美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，所以才对我态度有所转变的。云真哥，你这明摆着是便秘灌马桶。美笑姐看这视频都是多久前的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你之前对她做的那些事儿，说的那些话，比这过分多了，好吗？有吗？你现在看到了吧？我跟田静直是闺蜜。昨天我的银行卡被莫名冻结了，就是因为跟她男朋友攀比送礼物，还输了。我知道，是我打电话去银行冻结的啊！乱花钱的习惯你要改掉。你凭什么啊，叶美笑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我没同意分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，我就可以管你。我是不是当着叶美笑的面说送你房子了？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啊！我给他一种纨绔子弟、败家子的印象。你本来就是啊。冯东东，房子收回。你根本没送我。云真哥，我觉得你应该多找找你自己能力方面的问题。能力方面？
这样的，因为我扔不好这个，所以叶美笑才看不起我。你记住，一直会在原地等你的，只有在地铁站门口要饭。这话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一直害冲说的。大小哥，你晚点要跟白录视频，我给你装个录像软件吧，把视频录下来，随时可以再看。好。啊，你什么时候送田静植去工作？装完软件我就去。啊。田静植做直播的时候，我正好有事，你要帮我一直刷鲜花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哟，能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秀恩爱分得快。拜拜。白露，谢谢你愿意帮忙。直接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我和李彦芝分析了山洞杀人案目前所有的资料，得出了一些结论，想让你找找看，你的资料库里有没有符合条件的超级人类。嗯，说说看。凶手20世纪初生活在本地，和人结过仇。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濒死前的基因突变一般发生在青壮年身上，那凶手应该不太可能是近几十年才基因突变的。嗯，这个是很有用的信息。第二，凶手有能力将人带到山洞里杀害。这个我知道。我想问的是，你们接触过的同类有没有可能向你们隐藏了自己的真正实力？虽然我们招募之前一般都秘密监视过，但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第三，凶手之前跟洪时光有过接触，可能也借此了解我，所以才会找在我身边出现的云珍来陷害。因为我是先发现了你，后来才顺带了解了一下洪时光，而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知所踪了，所以我对洪时光的调查并不多。我会再从这个方面搜集一些信息。你之前做过一次内部排查，真的只有云珍有嫌疑吗？就像你说的，已知的同类也有可能说谎或者隐藏自己，再加上还有不少我们没有发现的同类，以及像洪时光这种借助超级人类的血液维持不老不死的人，排查只具有一定概率的参考价值。那就只能辛苦你再细致一点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最好能把山洞杀人案原始的调查资料发给我。好。我最近不会外出，每天下午2点我们都通过这个方式交流最新的进展吧。不是不让你工作了吗？怎么还每天对着笔记本啊？不是工作，想要学习一下如何才能做一个好妈妈。需要帮助吗？好，吃完晚饭后给小福星读几个童话故事吧。这倒是个新课题，争取完成任务。嗯。帮我刷鲜花了吗？刷了，直播早结束了。
把你的 iPad 支起来，我要看回放。看我干嘛？放啊！房东大哥，我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，你还是别看了吧。家里网络不好吗？我担心你看了之后，这桌上的啤酒不够喝。快放！我不喜欢喝啤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静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海。田静植今天的发型是我选的，口红也是我昨晚送给她的色号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回卧室了。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洗刷冤屈了？来，陪我一起看。今天是达人面膜广告的首播日，我们先请二位重现一下这支广告的经典片段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达人面膜，日本顶级绿茶京都玉露提取精华，富含茶多酚，赶走暗沉，滋润肌肤，就像爱情最初的模样。老婆，你真是水嫩嫩。老公，你也超有料的。达人时光，有颜有料，达人出品，这就是我们的达人时光。刚才田静之是不是叫别人老公了？用你选的发型，涂你送的口红，叫别人老公。他都没有叫过我老公，他说叫不出口。我看他刚才叫得很顺啊。老公。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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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田静植都没有叫过我老公。田静植也没叫过我老公啊。房东大哥，你就知足吧。田静植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我女朋友现在还躲着我呢。你之前不也躲着她吗？都是你自己做的。那你现在这样也是自己做的。冯诺诺说，一开始都是田静植倒追你，你像个小姑娘一样扭扭捏捏，现在失去主动权了吧？我怎么样都比你好。我怎么了？只要练习好飞镖，我女朋友就会回来的。别自欺欺人了，女人一旦变心，你就算练胸口碎大石都没用。房东大哥，要不你去当演员吧？当演员干嘛？当演员跟田静植搭戏，让他叫你老公。演戏不都是假的吗？刚才不也是假的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对，是假的。我没有生气。继续看。声音就不要开了，听着烦。现在应该是互动环节，挑观众描述的恩爱画面，田静植和这个男模特表演给大家看。哦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对，竟然这样，太可恨了。
喝酒喝酒。是又是哪个无耻的观众提的要求？开始狂奔，全力开始变身，全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全力开始奋战，全力开始瞄准，全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留下浪去完成，让爱情重生，崩塌裂缝，崩塌围城，燃爆的一生。明明都是喝不醉的人，还在这里耍酒疯。喝不醉，连借酒消愁的权利都变没有了吗？没事，打你的游戏去。大小哥，你明天早上不早起查案了呀？查什么案？感情都搞不好，还查什么案？查案重要吗？一点都不重要。谈恋爱才是正经事。嗯。房东大哥，我感觉膀胱快炸了。我也是。房东大哥，你一起啊！快点啊，憋不住了。据冯卧底汇报，云臻已经彻底沦陷了。我们还剩最后一次约会，他冷静之后会给我答案的。我想答案一定是 yes。 以后咱们俩可是超级女朋友姐妹花，一定要互相帮助，共同进步。在恋爱方面你是有经验的老前辈，以后啊还要请你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，如果到最后期限也没有找到凶手，就只能把云臻藏起来了。藏到哪儿？地下室之类的，有个秘密电梯直达，每天给他送饭，严禁他出门。听上去像是你养了个男宠。你不是一直说云臻像我养的一只猫吗？只不过是把猫装进笼子里而已。你放心，大乔一定会找到凶手的。说好了一周时间，差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是一周，而且一般都是要到最后时刻再力挽狂澜，这样才紧张刺激。影视剧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就像定时炸弹，一定要到最后一秒才被拆除。没错，而且白鹿已经答应帮忙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嗯。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你今天不去公司吗？啊，约了人，下午在这附近聊工作。每天都待在家里，是不是有点闷啊？嗯。不过我可以克服。30多年前，负责对你进行研究的孙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还有在世的吗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说过什么？他们的结局。12年前那张雪崩让地势变动，我才得以重见天日，被邱老先生所救。第二天登山队带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在那附近发现了15具尸体，都是之前负责研究我的人，无一幸免。那些人抛弃了你，自己也因此丧了命。这大概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吧。那些研究资料也都没有了吗？
应该都埋在雪山里了吧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？毕竟研究了好几年，也许有值得江一恒研究时可以参考的地方。当时的科研水平比较差，参考的价值应该不大。什么绝症？便血！我刚上完厕所一冲水，马桶里全是血。那是我的血。你的血？你有病啊！把血放在水箱里。我是有病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没事放自己的血？你一次性放掉那么多血，没事吧？我要放干自己的血，变成干尸，让叶美笑来救我。你既然那么想做干尸，那我正好不用再去调查了。我想过了，最后一次约会，我要直接向叶美笑求婚。这么快就决定了？我得早做筹备啊，总不能像你一样，玫瑰也没有，钻戒也没有，随便找个半夜无人的路边就求婚吧。如果你以后婚姻不幸，全源于此。嘿嘿，我已经恢复一些了。大小哥，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你一定要帮帮运真哥，他要是真的被放干血躺个几十年，也是很可怜的。没关系，我上午去调查了三位死者经常经过的路线，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。那个方小佳去了吗？准备晚一点跟李彦之一起去。我昨晚看了三位死者的尸检报告，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凶手如果是找仇人的后代报仇，为什么手段会这么残忍？每位死者身上都有几十处伤口。这说明什么？我发现三位死者身上都有一个伤口在腹部，凶手知道多处伤口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掩盖什么？我猜凶手除了报仇之外，还很有可能在做某种研究。会不会跟当年研究 LINE 的人有关？那些人已经死在雪山上了，我会再搜寻一下还有哪些人可能在研究超级人类。那两份后代调查报告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来得及分析，我会尽快的。田静止，他还好吗？忘记带东西了吗？不是，临时取消会面了。哦。怎么突然想到要去方晓的出租房里找线索？你觉得方晓还活着吗？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他的尸体，但他已经遇害的可能性很大。这些被害人里，方晓是警惕性最高的一个。你说的这句话倒是很对，从他勒索你的方法里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方晓知道基因突变人的一些事，
也看过那两份调查报告。虽然他重新放回去了，但还是会防着有人来找他麻烦。我们调查了他的通讯记录，没有发现有陌生人约他出去见过面。幸好方晓一口气交了六个月房租，这里暂时还能保持原样。如果你是方晓，你最想要什么？钱？那个时候他已经拿到我的钱了。健康？虽然他很警惕，但如果有人告诉他可以让他恢复健康的话，他冒险也会赴约的。他的确知道基因突变人有这个能力，我们碰碰运气吧，说不定他又像设置自动邮件一样给自己留了保险。在儿童玩具店里见过，这个是可以录音的。抽屉里好像有电池。大乔哥，这段录音录制的时间我查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确认了，从玩具里掏出的卡片就是洪时光保管柜的身份卡。冯洞洞查了录音录制的时间，是方晓失踪的当天。方晓当时并不清楚洪时光的状况，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人除了你之外，还有洪时光，以及跟调查报告有关的人。为什么他偏偏指认是你呢？你怀疑我？我要是怀疑你，你现在就不会待在家里了。会不会是有人以我的名义约方晓出去见面，所以方晓在出发前才录了那段话？这种可能性很大。你被方晓勒索的事有多少人知道？我不能确定，但知道的人肯定不少。你让你的外援帮忙排查一下。我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线索，需要你一并排查。女朋友，你怎么突然来看我呀？刚好路过，顺便来喂点小鱼干。什么小鱼干啊？我们明天去约会怎么样？你还在被通缉，怎么约会？我可以把自己包裹得严实一点呢。你有那么着急吗？有，很着急。我可不想跟木乃伊约会。
也对，我现在还是通缉犯，不能连累到你。房东大哥，我女朋友来看我了。房东大哥，我女朋友给我带来了爱心寿司，你要来一个吗？田静植呢？田小姐在健身房。你回我那边去玩吧。哦，好。是被晕针哥赶到这边来了呀！看来我是时候给自己买个狗窝了。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干啥？未婚夫，未婚妻对应的是未婚夫，老婆对应的是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这都不知道吗？我要最新升级款的，拜托了。老婆。奇怪的药啊，江一恒给你的吗？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调查有进展了吗？有进展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叶美笑回去啦，回去啦。回去之前在这里亲了一口。海虫，来给我和田静植拍几张合照。啊？你不是不喜欢拍照的吗？在家里没关系。来。我们来比心拍，比心拍。来看这里，
三、二、一。能不能有点默契？重新来一张。那都用手比好了。嗯，好，重新来啊！两位看这里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别气别气，都怪比心动作太多了。我们再来一张，都比大拇指好吗 ？OK。OK 吗 ？OK。来，最后一张，三、二、一。来来来来来。再笑就把你舌头拽下来，回你们去。未婚夫，你昨天是不是看我直播了？嗯，我还让害虫帮我刷了很多花。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我知道的，演员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，演戏都是假的。不过我们这一行还是有很多假戏真做的，演着演着就演出感情来了。你作为一个明朝的老古董，能有这样的觉悟，我还是很欣慰的。情侣之间就是应该互相包容，互相支持。就拿你来说吧，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年龄大，主动帮你隐瞒身份，解决麻烦，对不对？嗯。而我，一个有追求的演员，在戏中和其他男演员有亲密接触，都是很正常的行为。比如，牵个小手啦，接个小吻啦，上个小床啦。如果碰见知名导演，还有可能会有裸戏。房东大哥，要吃冰淇淋吗？我给你去拿。不吃。谈恋爱受点挫折很正常。你虽然年龄比我大，但感情经验比我少。以后有不懂的多问问我，我绝对会不吝赐教。嗯。你的身体是不是恢复了？快了。想不想打一架？什么？你狂躁症啊！你生理期啊！你神经病啊！Thank you.
上一秒还是恋人的身份，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。眼角微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疼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得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。